没不要扶。不用，我看核心更好。你们都可以试试看这个动作。这个是训练你的髋，减少你膝盖，因为你如果髋不懂得启动，然后动膝的话，它比较容易磨损。没错，我是偏膝盖的，也没有启动。摆动，对，这样，对，你会你的手去摸你的这个臀大肌，你摸摸看，摸你自己的臀大肌，这里吗？这个，哎，这一块，哎，这一块吗？对，按钮没错，有没有？这个会翘臀啊。哦，有。肌肉，臀大肌的肌肉会比较受到训练，就比较能够保护到你的髋。嗯。然后换边，两边都做。如果只做外面就翘一点，对，这个不平衡，这个逻辑还蛮好的，对，这也上半身啊，但是你核心还是要收一下，不然你肚子关得住，有没有？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觉得臀大肌有没有？所以垫高的用意不是说垫高，是要跟地面，因为你这样子挪，对不对？不平衡啊，来都垫一下。哎，你轻点练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哎，你往哪个方向啊？是。来摆，你摆摆看。对。我站在这里，你教我。核心，然后臀大肌，啊，用同样的臀大肌是不是？哎，上半身。对。对，有没有？上半身比较稳。可以，都可以。我可以。哎，就是你不要摔倒就好了。对不对？你是不是练习到髋？抬起来的时候，对哇。咦，我怎么觉得我？然后边，再往。然后边。我用错步。这个是要让你不平衡嘛，有一个高低不平衡。对。哦，要社交要比较多的。对，要需要多的力气做自己。你看他这个动作，背部很累啊。很累哈，那你每天都这样练习。哦，你看啊，右髋是这样。对，你看有没有臀大肌的部分？对啊，有练到了，有没有？有练到了，所以说屁股大，大腿。